这个长相可爱的红豆，它最大的梦想就是被吃掉，吃不了你的本体，就只能吃你的饼干了。今天的标题就是红小豆切片饼干。这次我也画了一个草图，这个草图和实物是1:1的比例，所以我做的过程中所有的尺寸都是从这张图来的。先来调饼干面糊，黄油要提前软化，加入糖粉搅拌均匀，再加入全蛋液搅拌均匀，然后把这个调好的黄油糊分别称量出来调色，直接把所有的粉类都倒到黄油糊里面，再加入适量的色素，大致搅拌到没有干粉后，把面团放到油纸上，像这样搓，反复多搓几次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放旁边备用。调一点原色的面糊留着，待会儿做的时候哪个颜色的面团不够，就可以把它做成哪个颜色的面团，其他颜色的面团也是同样的做法。面团都准备好之后，就开始正式的做饼干啦。接下来就进入这个漫长又枯燥的制作过程，因为室温有点高，所有的面团变软之后都要放冰箱冷冻定型。这里它的嘴巴的颜色要比它的身体的颜色要深一些，所以在红色的面团里面加点黑色的面团，揉一个深红色。这里我用裱花嘴的一端给中间掏一个凹槽，这样才像一个微笑的嘴巴。在外面给它包上一圈红色之后，尽量把它压得方方正正的。这里是沿着对角线切开，保留一个三棱柱的形状。
shedding tears on the phone. Yeah, so this don't make sense. You only tell me when you're wasted. I feel so lonely and I hate it. Wish I could escape this. Cause when you went MIA, it burned like bullets from a semi. You couldn't take it out to get away. When you come back, I hope we feel the same. Cause when you went MIA, it burned like bullets from a semi. But I know you had to get away. 所有的配件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开始组装。这块做出来结果有点矮了，给它填一点面团。最后一定还要留一点面团，因为像这样的缝隙的地方还要再填一下。终于完成了，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时候了。现在颜色看起来有点深，但是烤完了它就变淡了。现在看起来红小豆的脸是不是有点花？其实是因为我中途我的红色不够了，我又另外调了两次，调出来就有色差了，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去度完假回来被晒伤的红小豆。这一片只是掉了一点黑色的边，看起来好像秃顶了一样。现在是红小豆的圆梦时刻，你终于要被吃掉了。这次做的确实不够完美，有点遗憾，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吧。咱们下个甜品见。